经过我爬要什么讲话，我是很久没唱了，不知道记得吗？你刚刚好的呀，阿弟，你也好对，你还不好的我，阿弟起来有有点。我想想爱你，不知道该从哪说起。屏幕的那个是伤心的你，而现在出现了距离，好像认识你，从上辈子自己。没有钱你会爱我吗？不会，因为你有老婆了。你没有钱，你没有钱我不会爱你。真的我会爱你吗？妈妈，妈妈下个礼拜要去拜访。我的那个是伤心的你，明晚想要我陪着你，爱你在心里我从没听起，在此刻我要告诉你，没有钱你会爱我吗？简单的一句话，没有钱你会爱我吗？我愿是个傻瓜。我有钱你会爱我吗？笑笑简单的一句话，没有钱你会爱我吗？我想听听我要见你会爱我的久久，我像是个傻瓜，没有见我一定爱你吗？简单的你妈妈嘞，没有见你会爱我吗？我想听听你的回答。没有钱你会爱我吗？来掌声鼓励鼓励，没有钱你会爱我吗？